蜀道崎岖，远来劳苦。这个地方是四川省广元市的剑门关景区，我身后是智公寺，这座寺院建于南北朝时期。今天我打算徒步一下剑门关到昭化古城这一段古蜀道，它全长是27公里，现在出发。整个石道宽度大概是2.1米到3.4米不等。这棵树已经有1200年了，最少要3个人才能抱住。这都是在山顶上堆砌的梯田。这些都是一些山顶的住户，土木结构的房子。20公里能到不？不到20公里。不到20公里了，我现在要5个小时能到不？现在？要不要5个小时？1个多小时，大朝霞。这是您家吗？这个？这是一个古建筑。对对对，我感觉这个房子挺老的，都是老房子，漂亮。这些都是一些土木结构的房子，在山顶上，好漂亮。这房子有多少年了？这个？100多年。哦吼。好，感谢，我走了。任家崖古院落穷，该院落现从清末明初的建筑，北川民居50间，它横跨这个古蜀道。这个院落最早是客栈，一些商客路过这边都在这个山顶上休息，特别有历史感。他们山上都种植黄豆，这家的古院落也挺漂亮。
2.2米，宽度是2.8米，高度是2米。这座桥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，现在还依然非常的坚固。它是剑门蜀道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桥。这一段古道保存的挺好，从侧面看一下，毕竟过去水平有限，这些石条都是凹凸不平的，但是能修成这样已经非常的神奇了。一会儿上山，一会儿下山，走到公路边上了。这个是望夫桥，它建于明代，整座也是石板桥，长度是7.6米，宽度是2.6米，距离水面的话是2米。这个桥叫铁栓子桥，它建于康熙年间，全长是24米，宽度是3.3米，高度是4米，它属于七跨平板桥。下面有七个桥墩，桥墩的话也是用青石堆起来的。这个桥看起来厉害，这个桥面是用四块青石条铺起来的，中间的话有榫卯结构。为什么会叫铁栓子桥？因为两个石条中间会用这个铁钉子锚起来，这样的话比较结实，中间也有。快到大朝驿老街了，家家户户都是二层，外面是木头的阁楼，地面是用青石板铺成的。整条街道挺长的，200多米。这个是老院子，这是您家是吧？大朝乡张家院子。对，看一下人家的张家大院，进来的有两道门，这还有一道门，哇，漂亮！五福同堂，都是二层，全部用木头建成的。3个小时，我在剑门关，他们给我说5个小时可以走到那个昭化，是差不多10点11点走的吧？啊，好，感谢感谢。大朝驿，大朝驿是过去古蜀道上的古老驿站，它位于昭化古城和剑门关之间，所以也叫腰站。这个驿站过去的是供官员休息换马的地方。越走越远了，昭化古城还有14.2公里，剑门关17.8公里，这两个加起来都30多公里了，这不止27公里啊。放牧，这上面就住了一户，也没啥人。走错了，得下去，谢谢谢谢。白白爬了一个山头，还走错了，下去。这户人家还真不好发现，都是这种烂石头的路。爬到山顶，现在是3:20，我估摸着2到3个小时之间，6点就可以到昭化古城。古驿道摩崖石刻，看那山上面有摩崖石刻，看一下，这是明代的，明天启四年，这边比较清晰，化险为夷，这是光绪年间的。意外收获，拐枣，好多，看，有的吃了，有吃的了，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，点不完，吃不完，这一路上全是，边走边吃拐枣，特别甜。650米，古木梁，居然能在山里面碰见人，是一位老者，师傅。到那个昭化古城还有多远？古木梁过去，古木梁上有古墓吗？好多地方还是土路，在山顶上。到了新铺了，这个地方距离我刚才过来的大朝驿10公里。这是驿道的一些讲解吧，30里1驿，10里1个铺。看一下我身后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剑阁县还是哪里，还有好几公里，马上5点了。
这个荒山野岭还有一座庙，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，非常的破败。想到昭化古城，必须跨过这个天雄关。原来这个地方是三国名将姜维屯兵的地方。5:25，昭化古城就在那边。我早上是8:10从广元坐大巴车，我也不知道我几点到的雁门关景区。这个路边上立的是十里碑，它是告诉你这个地方距离昭化古城还有十里路。已经天黑了，马上到了，几百米，6:36，天都黑了。这个是昭化古城的西门，这个古城真省电，路灯都没有。从天雄关下来一直到十里碑，这一路全是下坡，挺好走的。进城了，有饭吃了。这个路线从雁门关一直过来27公里，最少得8个小时吧。我也不知道我走多长时间，忘了看时间了。今天一路上有好多古迹古房子都可以看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长吧，一路翻山越岭。好了各位，天也晚了，我得找个住的地方休息了。这个没灯光吗？这个地方，咱们下个视频见吧，拜拜各位。